那我们欣赏他最后的音质。那个小 K， 他活在上面。哦，哎，枪声，西边。其实我是瘦啊，不对，其实我是疯啊。好了，我们当你是瘦了，好不好？请瘦。瘦的是啥？请瘦。有希望你会在我身边。哦，你们两个步入年纪哦。Striker 听到请回答，这边路有点颠簸，我要重新开，别掉到海里哦。哇，我都收到。要接下去就真的是水与火了。掉下去就只是水了吧，没有火了吧？没有啊，掉下去爆炸，嘣！嘣 ，baby， 那就真的就是冰雨。哎、欸，好棒哦！你知道在这种地形哦，然后对面就会有一台虎式。咖喱咖喱 smoke， 把所有步兵下车，除了咖喱以外。Go go go！ 收到，我会尝试。如果目标确认清楚，我会再呼叫你上升空，再去攻击他们。平时请待在基地用 UAV， 谢谢。好啦。来，步兵单位推进 ，Go。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！我靠，还有条枪声！西北吧，西北方。所有单位注意西北方 ，over。来，咖喱 ，popping smoke，popping smoke。来，所有步兵单位。单位往西北方贴墙进入城镇。Copy。接到还有，后发野，后发野，西边的没东西了。啊！你们在我头顶上开枪，这里是格拉准备带队前进。Out。 Copy， good luck。 方队 moving。 我们先后来这里哦。红队过街 ，Go Go Go！ 到了，喊一下。哇，已经喊到了。好，我过去了。哎，格兰来。到 ，Move。西北面，西北面。
车。下。手段。OK。黄队从左侧压制。干掉他。右左侧是哪一个方位？左侧是南方。收到。大马路了。丹粉，你那边有看到任何敌人吗？没有，目前是没有，可是可以。前面还有一个墙壁。对你推到前面墙壁那边后方。九号确认啊！九号蓝队友跟蓝队走。九号，我要这边丢几颗烟雾弹，然后冲到对面去。好，我来帮丢，我来帮丢。同志们，等我一下烟雾弹。然后烟雾弹那个墓壁的时候，我们就冲到对面的围墙那里。OK， copy。还没有。我脚底下也顺便来一颗。OK， 那只绝口投子。OK，ready。来，依序为阿米斯接口，然后我垫后。喂，阿米斯发。好。不用管。出来就知道。格兰那边还好吗？格兰到。我看到一个。他在刚刚那个，在西边那个门入口下面啊，刚我们挂的那地方。不要，我怕打到自己人。阿米斯 ，Jack 守远地 ，Jack 跟我走。蓝队，状况 OK 吗 ？OK， 目前没有遭遇到敌人。格兰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趴地上。你看我打。啊，没子弹，没肉。仔细看街道。还有。哦，应该可以了。哦，准哦。你先在这里，原地 cover， 好，接口先过去。阿密斯呼叫一下艾伦，问他可不可以查出这边弹药箱在哪边。OK， 等一下，艾伦，你们听到艾伦？这是艾伦，收到听讲。你们能看出这城镇的那个弹药箱在哪里？好，我现在在试着搜寻。刚发了。这是缺口，格兰倒地。这是蓝队，我们遭遇敌人。我过去。缺口，你丢烟雾弹去掩护那个，把那个格兰的尸体挡掉。你把拉后面有掩护你们。我们现在红队需要 Mayday， 需要 Mayday。收到，我们马上过去。好，这里是蓝队，这里是蓝队。A1 点发现敌人 ，A1 点发现敌人。
东西。然后密室我知道敌人大概在哪里，让我试试看。好，蓝队在这里建立防线。OK， 出发。这边红队收到。Moving。我已经瞄准他了。来，那个阿密斯往前，然后瞄准那个接口看的方向。好。你看那个接口的红色牌子跟红色牌子那边，就可以看到有人在那边。对，在。有看到一个。你可以开启你的吊挂一台 M113 给我吗？吊挂工作完成，跟我回报。收到。随时待命开火，他警戒了。听口令，放。快倒地。倒了。好，收到。接口。往西方移动，阿密斯电话。艾伦，听到请回答 ，over。这是艾伦，收到请讲。你可以挂 M113到那个地图上的指定的位置吗？这是红队，格拉鲁现在往北方前进。好。这也是蓝队 copy。我到。嗨，步兵单位，请往 A2 点移动，请往 A2 点侦查 ，over。这次蓝队，我们这样转换阵地。接口，放慢脚步。Edison 这些人听到谁的？听到你讲。我已经挂一台 M113到你们的上空，请问我要在哪里放下？请你在 A1 点黄色旗杆顶撞红色旗杆这里放下 ，over。A1 点收到。我给你绿色烟雾。上车。北方。假车崔克，请往北方支援蓝队 ，Go！ 还是北方自己人哦。
请问你们现在还有需要任何空中支援？目前不需要。收到。我正面方向，西北方房子，进到房子里面，导演闭路，接口带头。没压到麦。想跟我压麦？小莫，你压到麦了。跟 H 神讲一下我们在烟雾附近呢。这位红队，回报蓝队，我们在你们的正西方，我们在你们正西方房子旁有三名人员在这里四人。咖喱换位置。对。这位红队，我们持续朝西北。枪火北方。要继续走吗？对，先后。道路出去左侧，敌人 over。斜角，工厂里面。嗯，对，我们往北方。对。第二顺位为阿密斯，接口。这块你直接看前面就好，看左边。有人倒了，蓝队有人倒了，把他拉到后面去。你可以把他扑过来吗？我往你那北方走，感恩。
还有吗？还好，先把 J 扣救出。掩护我，我把 J 扣，靠，还是打过来。靠，跑跑跑跑，他们看。小混蛋找出来，应该在350方向了。350。我看到了。你丢榴弹。没。我怎么好像不是那个？来，红队呈散兵状态，然后找掩体，自行找掩体，然后往西北方移动。由 Jaco 开始带队，阿密斯殿后，我第二顺位开始动作。是红队，我们即将往西北方移动，肃清你们左方道路。好，这是蓝队收到。站不到 A2点。红队推进，自我前方防止后方。站不到工厂右侧，工厂右侧。发现弹药箱，这是蓝队，我们发现弹药箱。大部队的右侧，东北。OK， 那蓝队稍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就过去升单。卡比。哎，你跟到这边来。弹药箱在哪里？你们继续搜那个 Jaco 的洞了。这边都没敌人。弹药箱在前面。哦，我看到了。这个。好，现在由红队接手管理弹药箱。OK， 那我们先去收。第一，机关武器还可以摸。所以我们在。还是有人碎干净。想一下，想到别人，心碎无眠。哦，有人在看。第一次无眠。哎，是有人穿错装了。隔壁区开的门。没有，他是空客的。哦，对啊。数据已经满了，他是空客。哦，了解。我是真正空客的。来支援的，对不对？被处分了，下放单位。下队。我是空客。他现在真的是空客。空客好吗？很鸟啊。不错啊。我本来想说我刷，我本来想说我刷陆军的话就下车。哦，四位桃园。这边是南投哦，那个左侧槟榔树附近可能会有敌人。
北方。海兽人注意哦，目标是 C2， 地图上 C2 的位置。Over。Copy。红队 Copy。啊，甲车准备移动，副队跟上。红队跟上甲车。蓝队尽量待在甲车右侧哦。哎，所有人注意，左侧有热血反应 ，over。小队长分配工作，往前推进。Copy。红队移动至我正前方的木屋，正北方木屋。刚才听到请回答。回答你。有两个选择，第一个选择就是跟着我跟咖喱加入白队，第二个选择是你待在甲车上，看是要当 driver 或钢人。这位红队，我看到 C2 目标点上有两个热源，是否可以允许开火？距离多少？距离大概300左右。U call 决定。收点。收点 copy。方位309，距离290，大概300，水塔上两名敌军 over。没有。那你先不要射击，我跟这个接口同步射击。我调整一下。啊！再开火，再开火。OK， 密集喷火。没子弹，没子弹。你后退，我怕打到你。Target down。我应该知道。快，不是尸体。300，方位300，大量步兵。看到。自由开火吗？自由开火，自由开火。前一点吗？杂草有点长。你可以把那个杂草一样，然后再退。咖喱咖喱。是说拔掉的意思吗？拔掉，因为现在用不到了。我、哦、靠！甲车有没有人？下来，下来。从哪里打过来的？就是有来第二发啊！快闪！有闪，有闪。压制他！那不应该丢这边的啊，这样。鱼肉。我换位置。假设状况回报。收到。各位请自行找好掩蔽，没有掩蔽就趴下。对，fire hole， fire hole， fire hole。
哎，你别想这事啊！你跑去那精品店买那一个十块钱的那个国旗。哈哈哈哈哈！太难过了。哎呦，我们刚从那个 CQB 那边回来，我不走，我照给你们。我应该知道是哪一间了，我要去里面买过东西。十块钱去买，100块。哇，黑店啊！这地形感觉会有埋伏。别跑！西山应该是台南的吧？最好啦！哎、欸，不要再讲，你这时候讲一定会卡蹦的，我跟你讲。来，人员下车，警察前方城镇通人。我下车。反正到甲车右侧。蓝的站右边，红的站左边。红队靠左。蓝队打横哦，这也是蓝队。目前前方城镇没有发现动静哦。收到。嗯？怎么全部人都是 medic？ 我们都是国防医学医疗大学。嗯，有点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阿密斯今天讲话这么有梗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他被你启发了。You tell me, you gotta tell me how. 他的开关被打开了。You gotta tell me how. 啊，小莫，确定没有敌人的话，我们就要前进到那个城镇了。Over。这也是蓝队哦，我们已经到了村庄的北面，目前没有发现任何敌人。收到。甲车，我们要出发到那边跟你们会合。Copy。红队加拉不服，我们往以北面的蓝队进会合。听口令，跑步，走。一二。怎么有一种无关的感觉？蓝队跟上哦，跟上白队。OK guys, into the shadow。五关我们要走路行军呢。红队靠右。嗯。这不是什么？我在养牛啊。禽流感跟牛有什么关系？看看搞错吧。我只看一下而已。搞错重点。查水表。好多草啊，这个关卡。然后我们任务等一下就是割草。这不是国军的责任吗？建制武器割草机。没有，我们等一下任务是要把这附近的草割完，然后再割的同时会有敌军来偷袭。红队，方位右邻方向，跟着我一起走。好惨，像九号。等一下我们要打半班呢。这一次红队，我们往方位洞六洞前进。哦。什么？蓝队，到左侧，左侧丛林内。来，大家发现敌人哦，方位021哦。来，古关接战哦。OK， Iron Fire。对方身上。在这房子转角进行掩护攻击。记得那个两队掩护的时候，不要太超过小队雷达的范围。Over。
在下面。红队超我，现在看的目标，北北市方向。这也是蓝色，也都被压制。不必要，还不要，我还没靠底。Fuck！ 还没扫地。前方有需要往蓝色旗子那边走。我拖一个回来哦。有。那个大部分你不要太下去了，小心一点。不要接近我们生意物区块，我这边现在进行轰炸区。我去脑袋烤丢时候的。风水风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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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风东边。哦，我要丢个手榴弹。这次来之后，我已经在帮九号输血了。报告，报告。诶？几颗？两颗吗？两颗。OK。红队自己人从西方进入，不要误击。Over。我们现在设定那个他们的官员。九号，九号，收到，请讲。你还需要血包吗？哦，目前应该不需要，谢谢。卡比哦。如果觉得画面有稍微黑掉，要记得赶快跟我们讲。他要怎么讲啊？都已经黑掉了。阿公跟你挥手，不要去了。我看到一道彩虹。Hold fire, Burnley, Burnley。你死了！我刚以为他挂了。我以为他挂了。跌倒了。战斗队请求下一步指示。AD 真是想说少了露营的感觉，所以又把时间调回来。我要爬一手。你们知道 C4 点美军都怎么处理的吗？就炸掉啊！炸掉啊！没错，大声就能搞定了。可是我们是国军的，我们不是美军，我们现在不是美军哦。国军就要拿扫把进攻啊！对啊，没错，扫把。我们要伪装成那个清洁工。让我想到之前美军那边的一个影片。除草车当那个运兵车。我有一把枪，长短不一样。长的打共匪，短的打姑娘。哎，不是长的打姑娘吗？哎，没有，我们改掉了，不叫共匪，现在叫敌人。嗯。我是。哎，我没有唱过这首。翻滚哎！你确定的是我？哎。你去古关要骑脚踏车哎、欸！你是第一天认识我你？真的，我们是用走路过去吗？脚踏车可以骑啊。对，走路走路，古关走路。啊、不是一般的。小队这么好的日子，我有点不想踏车。绿色的重点，绿色的重点前进 ，over。哎，脚踏车，我中站啊。Sorry, Kabi， 红队靠左。看那拍车单有没有写坐中站。OK， 蓝队靠右了。
没有派车单拦下来。Go。咱们干去古关走路，走到脚软，妈够远的，走到下保线那边。阿密斯，为什么你不用走的啊？走到那个脚都破皮了。真的假的？太远了吧？这是真的啊。哎、欸，我还是人是会长水泡吗？我觉得还是悠闲点好。想跑的人就超过我。我那一次去古关，不知道为什么去一次回来我就得香港脚了。因为古关是那个香菇多。但我试试看，香菇长脚上是超过了快这样很怪、啊。香菇是霉菌啊，香港脚是霉菌啊，对吧、啊？我在怀疑是，我在怀疑是我行军训练的时候吃太多桑葚，跑太远。桑葚怎么会跟香港脚有关系？我不知道，我之前是什么都没有吃、啊，然后吃到那个开始就觉得脚好臭。不要讲，干真的超扯的嘞、欸！我古关上面的名产，我觉得不是温泉嘞、欸。袜子脱掉放在地上，就是一只脚的形状哦。干然后那个蚊子都不会来。那个袜子穿了三个礼拜没换啊，没时间换啊。它可以放在。放在那蚊帐那边当蚊，驱蚊灯。走路，然后下状况演习，下状况演习这样子啊，你打一个月啊。你是说下基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是对抗啊。哦，你单独说只是对抗 ，OK。就是我们从出门打，然后打到第三个礼拜才有时间休息。哦，那个真的蛮累的。那就是我们之前下到垦丁啊，还有从垦丁打回嘉义啊。哎、欸，你是五八炮？你是哪一个军团、啊？我是步兵啊。嗯哼。看到那么多国军往上跑，好爽哦！火力班、机枪兵，我很好奇、欸，破炮兵，军队真的有三地点这个东西啊？哎、欸，你是破炮兵哦。我是破炮兵啊，然后后来有那个机枪训练，就送去机枪训练。说真的，扛五机枪跑100公里，干你老师了。很正常啊。扛机枪不是那个武长的工作吗？不是啊。哦，那石头有青苔诶，滚石不生苔。对啊，我们先到了吧。我们先到了吧。我先到了。好，这聊天啊，你看。部队左转弯。左。顾着聊天，全部动吧。哎、欸，我们等一下拍一小段影片，是用走路的，好不好？已经在拍了，然后又很整齐的。右转弯，重。整齐又不像啦，整齐又不像啦。然后你那个，你看他们就是很整齐的在走、哦。用词都用很那个、啊，很官腔。大家同时一起踏步走这样子。哦，这风景不错哎、欸！我靠妈呀，玩游戏还可以看风景。真的，对啊，就真不愧是九七零。那、啊、来到这个城镇，我九七零哇。树林间就感觉会被破炮轰。哎，谁？哦，谁？像是按错。没有，误机。靠背。没有，我滑鼠去卡到桌子，靠背。还有，你有说把滑鼠推过去。人家是 smoke out， 然后九号是 mouth out。部队在进行200公尺之后停下 ，over。这是排头，收到。好、哦。你不打蜜蜂？有啊，有蜜蜂可以打吗？我、哦、不能跑步了呢，九号我不放。哎呦！等一下，我 FAC 要跑不动哎。叫你三千要练哦。我三千跑13分半了。禁闭。用的、啊，就趴下，谁啊？
部队动作停。这一次抬头一看，作战范围。动完毕。把背包丢掉。收到。空降神兵要出发。来，红队在我左侧北方进行散开三角箭头。蓝队在我右侧东方三角箭头散开。白队在中间。左右上开，三角队形动作。来，作战指示，等一下红队以左侧进入。行军至 R1 点待命。对，红队收到。蓝队以右侧行军至 B1 点待命。Copy。白队到 W1， 那边是我们攻击发起线，等下进攻 C4， 等待命令。Over。这上队播报 ，Out。这上队到达重要点上 ，Out。白队收到。对啊，先报开。啊，我们等蓝队哦。蓝队到定队。被包抄。果然我刚真的不能救你了。没关系，我知道。人上面，建物内哦。哪位勇士要进去？好，我来。其他人看外面了。二楼。这样子这个古堡里应该有敌人哦。还有有。我刚刚第一个进去的啊，那楼梯就当下，我准备挤上去啊。报告。好。没差了，直接用走的。欢迎大奥库。User joined your channel。你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把枪放下，出来投降。打，全部都下去，全部都下去，在上面打不到。下楼时请勿推挤，小心。哎呀，摔下去。为什么可以丢啊？就可以放置啊，然后放置它就自己滑下去啊。靠，在哪里啊？手要引爆吗？哎，艾迪森吓得啊！艾迪森，发生推挤。跟人说下楼梯，手在那边屁干，我刚看到自己走。扫在那屁眼里，不保都撤离了吗？我引爆了，被你发现了。翻越后。哎，等一下，别！你自己包吗？里面还有三个。在哪里啊？怎么卡在墙里面了吗？他不是卡 bug 的。嗯。不不不。在墙壁上粘一颗 C4 炸炸看，看炸不炸死。还是，其实这整座城堡都是有生命的。
大楼即将引爆，请远离。那个在旗子那边的，请远离城堡。啊，远离中。快逃啊！你要录一下这个经典的一刻，引爆浮船。好了，好说。可以去多放几车吗？欸，然后按破爆破的那个要喊阿拉瓜。可以不要吗？阿拉贡有嘿？我不知道天空上的那老鹰不会打枪。阿拉贡有球，哇，好漂亮哦！干，我错过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好漂亮！你看，还现在有掉一些火花下来。对啊，超屌的啊！阿力果酒，总不能……哎，你们大家都有装那个，装那个光影模组哦。有啊，有光，有装。没有，有光那个。对啊。爆破的那个。葛兰根视觉系的。他也说要有光就有光。哎、欸，这个区域真的还有敌人呢。有。肃清呢。东北上去做一下，还有敌人，我们把他揪出来。那我们欣赏他最后的一击。那个小 K， 他活在上。哦。哎，枪声。西边。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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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完了。哦 ，shit。小 K 也被禁驾。五月天，还没来，小哥还没来，还在第二枪吗？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萤火，我们要绕着他。哦，西北方城镇不少人哎、欸。